听说最近时代少年团正在准备演唱会，我们呢打算去探探班，顺便给他们买点好吃的。然后这次呢也非常的有幸啊，采访到了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助理老师们。好，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那新哥他们最近在准备演唱会，对吧？那都有什么不能吃的呢？吃啥？对对，这肯定是不能吃的。但最近嘛，最近在准备演唱会，最近不能吃的。说实话哦，这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但是这个东西你之后也不能吃呀，是不是啊？他们现在啊，他们现在自己吃健康餐啊，弄得挺好啊。自己反正知道嘛，自己注意身材各方面的，他自己都保养得特别好。是，而且这些东西呢，他们自己反正都挺好。对，我也知道挺好。休息啊，各方面这些也按照自己的规划，时间呢，这些也，你看比较准时，各方面这些东西啊，包括训练啊，包括各方面饮食的调理啊，都挺好。对，我也知道都挺好。那这个具体他们有什么忌口的、不吃的东西？现在具体的东西，哎，我冒菜快到了，我先去拿冒菜了。谁忌口？我忌口吗？不，那个时代少年团的。哦，他们忌口呀。对。哎，既然让我说几句，那就我给大家来讲几句。是。他们有什么忌口呢？是。忌口是啥？是不能吃的吗？哎，对。但我觉得不能吃的东西有啥呢？那不就是一些忌口的东西吗？平常大家觉得不能吃的那些，我们就都给大家吃吗？对，那些是啥呀？是啥？那也太多了。你要说小马不喜欢吃的，是。那丁哥不喜欢吃，丁哥喜欢吃呀。那丁哥喜欢吃的，小宋不喜欢吃呀。小宋不喜欢吃的，哎，耀文也不喜欢吃呀。耀文不喜欢吃的，真源喜欢吃呀。真源喜欢吃的，好，谢浩谢，翔喜欢吃呀。谢谢。你说他们全都一起的吗？几个不喜欢吃啥这些？对，就是他们七个不喜欢吃的。七个不喜欢吃，可能都是辣的。不吃油。辣的。不吃辣了哈，还有油的了。不吃辣了是吗？不吃辣了。不吃辣了。不吃辣了。辣喽，这是个什么吃的？这是海椒，不要放海椒，不要放海椒哦。油不要放多了，不要放肉油，那个油不要放多了，不要放肉油油不要放多了。不吃甜了，不吃甜汤不要放多了，不能喝汤。不能喝汤还不能吃肉，不能喝汤还不能吃肉，对了吧？对，不吃肥肉，不吃少量是可以吃，不吃肥肉，少量的可以吃汤和肉，油少放点可以，多了不得行。烧房子。爽哥，干啥呢？我干啥吗？谁叫你拍的？探索了一遍没有得到答案，那只能根据我们自己对于时代少年团的了解准备一些吃的了。那他们正好下课了，我们来给他看一看啊。谢谢大家，吃饭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我今天见过这边第二东西。这么烦人呢。这个是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。好感谢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是的，忙碌了一天的时代少年团，终于在难受十年的时候嘛，都倒进去啊。煲仔饭，我就好像我也想去煲饭。这放煲仔饭里的，这
是不是，这个是到这儿是椰子鸡，椰子鸡呀。对，我也想吃煲仔饭，应该吃不了这么多。不要那么多，我已经开始吃的了。嗯，很好。哎，很好。哎，这个是煲仔饭的料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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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来不是，这个玩意儿会爆，爆！什么呀？上次我吃了之后，自己家的时候崩了我一身。哪儿疼吗？是吧？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不能播的。播什么？播改观了。那最近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大家都。有谁评价一下？感觉还不错吧？我觉得。我觉得值得期待，我觉得跟亚平差不多，我觉得未来可期，未来可期。啊！对不起，时间太多了。对，只想上饭。我来一口给你把时间吃进去。哎呦，一口，还是谁？哎呦，你愿意记住吗？是的。哎呦。干嘛呀你？他给的咋了？我就是。有锅巴哎！有锅巴，好帅啊！饮食方面的调整就是保持原有的饮食。不好意思，最近消耗有点大，适应。嗯？哦，对，对啊，确实。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你是个混混，把我放到你节目里面来。加热一下。真有意思。实话讲一讲，我先加热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放这了。化的玉米还不错啊，玉米不错，多吃吃。你现在在吃玉米啊？是，我在吃这个。玉米是我的甜品。哦，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哦，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吃完上来你怎么这样啊？那就不标准了，你应该是吃饭前吃。我应该是最重的，你是最重吧？那你最重吧？还有这个。嗯。这测什么？测身高啊？我也是身高。你自己测一下，看一看你们最近瘦了多少吧，是吧？好。万一我中了，中了说明你更认真了。在增肌。对啊，我在增肌啊。来，第一个是谁啊？我愿意给他当助手来吃。我真的写了两句。没关系，相信你。加钱也行。来一个 real。125。五千。125，重了5斤。这肌肉真太猛了。该你了，刚刚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这个情况怎么了？1380，130，100，不是这个算是有点重啊。我来。没有，等等，你要接受。我一边数吧，来，这是50。这辆车是不是偏重啊？啊，有差一点。4斤，134。哎呦，我戴了耳机不行。
得咽下去。咽下去就不行了。这么轻啊，今年这么轻。那都多少？蹑手蹑脚。132。我就5号。你我不吗？好吧，你好。我终于。下一个谁啊？117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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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？一二五，一二五，你再说吧，肯定偏重，对吧？偏重。你这是什么证啊？我就说你可能这是假的。回归了，马上就知道是真还是假的。好，马哥快去，看你破百没？马哥破百了，让马哥上去。我自己撑都不可能。你们马哥上去一百一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一百二。幺幺幺，幺幺七，幺幺幺七。哎呀，你怎么中了一个幺二三啊？啊，一百一十一点七。幺二三，哇，一百一十二点三。哎呦，加加坚持啊！来，二三，来主打一个，主打一个第一个小白鼠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你腰细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这应该胖了。你那，你那直接找服装老师要的，对吧？你直接找服装老师要啊！拿我们的那个吗？什么？这两天彩色的。再吸点气嘛，你要。你都憋死了。啊！哎，再吸点气嘛，你就，你都憋死了。哎，哦，六十四呢？不要畏惧。吸气，吸完气多少？你别吸气啊！那我不吸气来一个好吧，兄弟。这样吧，我多吃两颗。我不吸气来一个，我不吸气来一个。你可以点个一两厘米的衣服来。我不吸气来一个，不吸气来一个。多吃两颗吧，算了。至于还减个一两厘米。六十八。六八六十八六十九的样子，六十九，胖了胖了，我上次是六十多少？六十五，试一下，我帮你，我也给我试就试，哎这么胖，可以七十七十一左右，七十二，说我这种还没撑下去，你可以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，对，是的就长就好，你快七十一吧，七十一，七十一是一个挺好的，七十一挺好的，下次你们吹不来的声音没问题啊。自己吧，看一下我的小蛮腰，看一下多少，蛮不讲理的，别，等一下，怎么呢？不是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正好插过来，再勒出印来了，怎样？再勒要勒出印来了，大哥，别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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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吸，再吸你也吸不到六十四去，哎，正好六十四，六十四，对，不是，那你别吸，这么轻啊，别吸气。放松，你看我都可以跳，证明你把你的气顺下来。你现在的气全在啊，我是顺下来。那你把腹肌鼓起来呢？那会不会有人鼓起来了？好，鼓起来了。好，下来，下来。哇，八十三。啊，七十九，六十九，六十九。那会不会有人腰围比我多呀？比你胃还小。啊？你的腰围比我多呀？这边头啊，都是六十九。六十八，六十八，六十九。来腹肌，腹肌来了，来了。还可以再走一下，七十四，七十三，七十四，七十四，七十四，可以。来下一个小白鼠，量体了。实在上一团最壮的人出现了。对，没事。谁啊？没事。壮是好事。他肌肉掉了，壮壮。六十九，七十，可以。给我呢？再换六十八，或者七八十三，或者七十三，再抽一下。要么最高，要么最低。啊，巨好吃！我猜个六十七。嗯，我在这。我猜个二是六十，好吧？七十八，六十九，五十，哇，九十，可以啊。喝五十九，好吧？真假？去。这样三十八，你累几秒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那是个再几秒，
八十？哪有八十？哪有八十？啊？这样反过来，反正十八十八。那是七十三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哪个？哪个盲猜一首三？哪个盲猜一首四？六十五。哎，马哥六十八。哪个六十五也吧，六十五吧应该。今天马哥就需要站起来。确实。反正一点压力没有，直接量肋骨，好恐怖。量肋骨。哎。哎，那个九十八啊！我靠！啊！来看见啊！你要把，你不能这么，你要拿头啊！你要拿头，马哥拿的那个头，这九十八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反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那干嘛？哎呀，哎呀，然后你把那个头去找他那个尺，就那个交界，不是吧？七十七。站起来！我七十七，好七十，哎，七十一，真的，你们差不多应该六十八吧？可以，大家增肌都很成功。我刚不行，可以，吃饱了吧？吃饱就我们去训练去吧，训练去吧，训练去，好不好？训练好，准备，我现在就来，太兴奋了。好啊 ，OK， 在关机之前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烦恼啊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